田近期新盘多以细单位为主要供应，如果想住大单位又要求私隐度高，就不妨留意一下近期推售的新盘龙柏山。新地旗下沙田多石街龙柏山发展项目分两期发展，第一期龙柏山由三栋十九层高的大楼组成，共提供196伙，标准分层单位户型由三房至四房不等，即刻带大家睇睇示范单位。沙田主要集中都是30年樓齡或以上的細單位為主，如果講到講大單位，講三房或四房咧，就可能要找到啲挨近十年以內的新樓才會有依類型的供應的，所以依類型的單位咧係好受啲家庭人數比較多的客户歡迎嘅。項目鄰近城門河，住戶行時可以到河岸旁一邊散步或者踩單車，一邊欣賞恬靜河景。而沿住河道走，更可前往佔地逾8公頃的沙田公園，園內有不少仿中國庭院設計的牌樓和祠堂，風格獨特，而且亦設多個特色花園，是色花人不可以錯過的好地方。沙田其實非常靠近九龍區，如果我們說揸車出九龍，我們可以有幾個隧道可以選擇的，一個是獅子山、大佬山、尖山隧道等等，都出九龍是非常方便的。沙田就正正受惠於兩期沙中線的發展，將來由沙田站去到金鐘站大概只需要30分鐘的車程，是非常之便利的。住户亦都可以前往沙田新城市广场消遣购物，商场内设有不少的名牌店铺、戏院、餐厅以及一田百货，可以满足住户的不同需求。而在项目附近的酒店基座，更设有一田首间概念便利店，住户可以到此选购各式产品。